Let's go!绝对不能让达摩到洛阳，绝对不能让他见到皇上，要不然他会对我们很不利。严阔，你现在就到江边去阻止达摩，如果能把他给杀了更好。对了，我记得你曾在江边训练很多高手，为朝廷做事是吧？是的，师父。好，这些事也是师父曾经交代徒儿去做的。好，你就利用这些高手去对付达摩。 任何牺牲都不必顾及。是师父，徒儿这就去。这件事很重要。如果不除了达摩，我们在魏国的富贵就全没了。我就不信我不如达摩。他凭什么做28代佛祖？我才是28代佛祖！你还不快去？你要明白。 你已经犯了佛门的大戒，贪嗔痴淫，你无一不犯。你不要以为达摩还会用你。师父，徒儿不敢，徒儿不敢。师父，你怎么会这么想的？徒儿怎么会背叛师父呢？好，赶快去。是，师父。 小婵姐姐，我们回去吧。丽萍姐，愿你早登极乐，成佛去吧。我们真该走了，小婵姐。咱们还得想法子渡江去，好追随大师啊。嗯，我们走吧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 救命啊！我们得救他，这个人怎么会被狗咬成这个样子啊？哎，这人看起来怎么这么面熟啊？小四，快点救人要紧啊！好，我去，快去！喂！哎，你怎么样？你没事吧？
会是他。朱老三，你怎么会在这儿呢？小宝，快过来。骗，把这混蛋留在这儿算了，算我们救过他了。圣门啊，这老天有眼，谢天谢地啊！免了啊，我的猪头三大爷，我们可没有多余的鱼是银子交给你了啊！刚才我们是同乡的份上，你们听我说，我是专门从五羊城来找达摩大师的。你找大师做什么？别哭了，这么大的一个人，难道还怕疼啊？你就别哭了，有什么事情快说吧。大师呢？哎，问你话还没说呢，你先说为什么找大师。是大师叫我来金陵城找他的呀。他老人家当初劝过我，叫我离开那收税的事儿，叫我修修来生，还把我带到庙里面去闭关了三个月。你们看我现在完全改了，我要跟着大师修行，就由你们告诉我大师到底在哪里呀、啊？猪头三，你说的可是真的？我要是有半句假话，就让我不能好死。我当初也是被广智他们逼的。我们现在就上去找大师，等你商量好了以后再来找我们吧。不，我应该跟你们一起去找。你们没有看出来吗？这里的人对大师都很尊敬啊，可是这位和尚对大师可是恨透了。我就为此跟他理论，结果你看，看我这身伤，我。你别哭了行吗？哭得人心烦呢。我不哭了，我不哭，我跟你去找大师，我一定要去啊。猪头三，我们现在要去找大师。你的身子不好，我们……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去找船，我去找船。哎，等一下，猪头三，猪头三，等一下啊！幸好没告诉他们，我也知道达摩大师过江了。我如果就此机会跟上大师，也许是福了。这个达摩可能真的是佛祖下凡，他能引鬼渡江了。达摩没有死啊！达摩没有死，应该没死啊！快点，快告诉我们达摩！阿弥陀佛，弟子欲往北魏弘法，但内心不宁，无所适从。是否弟子尘缘未尽？还不能够去北魏弘法，弟子愚钝，请师父为弟子开示。阿弥陀佛。请问是哪位大师？在此住席，小僧请求挂单。
谢大师，助我避过雷劫。阿弥陀佛，贫僧心领了，贫僧祝你早日修成正果。小姑娘，我知道你跟他们是一起的，你怎么不去送新娘呢？喂，大和尚，你别把我的好意给弄拧了，今天我派他来跳舞是让你高兴的。这个庙里边你一个人住着，你不寂寞啊？你不害怕吗？这儿可是死了很多人，都是让乱兵给杀死的。阿弥陀佛，贫僧是一个出家人，有什么好怕的？小姑娘，你请你的朋友回去休息吧，我很感激你们的好意。哎，喂，不行啊，这出戏是我新排的，你要是不看呢，我会生气的。我会生气的。让你去迷惑达摩，查出他身上是不是有佛祖的宝物。你怎么还有时间在玩耍？难道你不想度化成仙了？我知道错了，求您开恩。你知道错了，那好，那我就让你去对付达摩，我会看着你怎么做。你不要忘了，你还有一次雷劫未应，到了应劫的时候，如果我不帮你，那自有天劫毁去你千年的道行。是，奴婢知道。我刚避过雷劫，难道还有一次吗？哼，你不要以为你刚刚避过了今天的雷劫，也不要以为是达摩救了你，那不过是他恰巧经过你避雷的大殿，而雷神不愿滥杀无辜而已。奴婢不敢。你知道就好。我这里有一枚神针，你可以用它去对付达摩。三天之内，我看你能不能办好这件事。
哎呀，这间破庙一定是没人住了。今天晚上又要饿着肚子睡觉了。猪头三，饿的又不是只有你一个人。我们现在重要的是应该先把大师找到再说。饿泥菜死不了你的。小山，你别这么说，我只是。我们先进去看看好了，希望能找着大师。大师一个人一定比我们更孤单。哎，不会的啦，大师是有法力的人呐、他用一根苇草就能渡过大江，连南梁皇帝都是让他给吓着了。哎，他不会孤单，也不会饿肚子的啦。哦，说不定他老人家现在正在大吃大喝，还有，还有一张好床可以睡。朱大哥，你讲得很好，但愿大师真是像你说的那样那么有福气。我们要找不着大师该怎么办呢？哎呀，好了，别在那啰里吧嗦的了，再找找不就好了吗？啊，我们走，往那边看看去。是啊，这怎么那么漂亮啊？有人没有？哎，这是什么地方啊？这有人没有啊？啊，各位，各位深夜到此，是不是迷路了？这位大爷，我一看您就像是有善心的人哈，是应该帮助我们的吧，是不是啊？这边很荒凉，那你所以呀、小老儿就在这个地方另建新营，也是为了避免兵荒马乱的骚扰啊。不过各位呢，也是跟小老儿有缘，才能在这里相见呢。有缘，来，别客气啊！哎，来客人喽！来，请进来，招呼客人了啊！大爷，请啊！有缘，朱大哥，不客气了，朱大哥。哎，这边请啊！来，坐。喝酒。哎，来，我敬各位啊！来，多喝一点嘛。哎，大爷，请用酒啊。来喝酒啊。来，我敬各位啊。多喝一点嘛，大爷请。小姑娘，小姑娘，你怎么了？这是什么病？救我！小姑娘，小四，来，倒酒，小四啊，来，为你，咱们要好好的谢谢这位大好人，
小姑娘，上师要回去了。是啊，请上奏贵国皇上，既然达摩大师不在贵国，本使留在此地也没有什么用啊，只好自行寻觅。下官在这里掌管所有的馆驿，确实没有看见那位达摩大师的踪影。下官倒是很想瞻仰那位高僧，不过本国的皇上已经下了诏旨，本国并不欢迎达摩。你们太小看了达摩圣僧啊，他可比你魏国的国师高明万倍啊。谁找达摩？姑娘，你是什么人？难道你知道达摩大师现在何处？他就在离这里十里地的破庙里，和个女人。他变了。姑娘，贵神，贵神，何果听到疯女人的话？如果她所说的是实情，到前面破庙去找，不是更好？这一路都是荒林野地，是很好找的。也对，我们立即上马过去看看。去。大师傅，谢谢你了。高大人，麻烦你派人跟进那名女子。我先处理完南梁侍者的事后，还要带那名女子去见国师呢。是，请大师傅放心。侍者，你们不得无礼。这样
把这里清理好，你们俩跟我进去，找到达摩后交给国师发落。看样子达摩肯定就在这个破庙里。那小婵姑娘怎么会出卖达摩呢？起来起来起来啊，妈的，别给老子装死啊，他们中了什么迷药，怎么这么厉害啊？好了，叫他们进来，把他们带走。是。你们跟我进来。是。是。那达摩竟中了狐精的妖女的美人计。哼，那个妖狐一定先到国师那儿领赏去了。你是谁？怎么会到我们这儿来呢？这位姑娘，我是个迷路的人，我想在你们的村子找个地方歇歇腿。你是？他不就是要找达摩的姑娘吗？不能告诉他，我把达摩藏在这里。姑娘，我现在又饿又累，是不是能够找个地方让我歇一会儿吧？可以啊，小三，你出来一下，有客人来了。小姑姑，您找我有什么事吗？这位姑娘迷了路，你照顾她一下。对不起，不能照顾你了，我还有要紧的事儿，回头见了。姑娘，我看你也是累得饿了，到村子里好好休息一下就会好的，来，请吧。哎，快来啊，我们村子有客人来喽。来，客人来了，来来请。哎，客人来了，请。欢迎欢迎啊。哎呀，姑娘，快到我家去吧。客人来了，你的运气还真好，今天我刚炖了一只鸡，就让您给赶上了，这还真有口福呢。请请请请。把药倒出来。是。把这衣服交给姥姥，好好收藏。是。大和尚，吃药了。为什么还要救他？国师，他救过我的命，我想把他医好之后再送给你发落，我不敢亲手杀了他。
命交关之时，为何还没有神功救他？他身上竟然连一件国家至宝都没有。国师啊，看来我们只有另行设法才能找到藏宝的地方。你现在倒有主意了啊？嗯，我已经把他随行的女伴都给骗来了。那个女人一定知道这个大和尚的一切，到底有没有佛祖的宝藏，一定可以从那个女人的嘴里给套出来。只是现在达摩他不能死，他要是死了就没用了，你说是不是啊，国师？好，胡姬，我看着你办。如果办成了，我送你大还丹一粒，助你修炼。至于这个达摩，不管是死是活，记得一定要送到我的法室来。是。那个女的呢？国师找他有事啊。那个女的对我来说很有用，我比你还了解她。国师要带走她吗？还不急，我等你把事情办完再说。你记住，我给你的时间只剩一天了。你是灾星当头，我怕救不了你了。小玉，你去叫胡三把那个女人给我带过来。是。这个骚狐大概是动凡心了，哼，真不知死活。姑娘，你可得多吃点啊。我们这个村子是方圆几十里唯一的一个村子了，由于在深山之内，所以在战乱中才保得了平安呐。谢谢。哎呀，你运气好，不然的话要想找点吃的是很困难的，你可不能委屈了自己哦。姑娘，我看你心中是否有事啊？如果能对我这老婆子讲讲，也许会对你的心境有帮助啊。我毕竟是过来人了嘛。姑娘，心中有事对自己不好，你不想想生在这个乱世，每个人都是很苦的，所以啊，就必须要想开一点，不然的话就是跟自己过不去了，是吧，姑娘？姥姥，姥姥，如果你喜欢上一个人，而且打心里就佩服着，因为他是一个君子，可是你却发现他并不是一个这么好的人，甚至于他还趁人之危，反正他是个伪君子就是了。这个时候你该怎么办呢？他侮辱了你？没有。那一定是你爱上了他，是吧？可是他并不一定知道，对吧？那你为什么不让他知道呢？因为，姥姥您就别问了，反正我已经把他看穿了。姑娘，你要不想说就算了，反正这个乱世啊，什么事情可都得洒脱点啊。你还是多想一想，有些问题呀，不是一下子就能完全明白的啊。姥姥，小姑姑请这个姑娘去一趟。好啊，你去吧。小姑姑是我们的长辈，就是那个在山腰上见到你的那个姑娘。你了，你要救？哎，你不要误会！你这只骚狐，我现在给你机会把他救活，好像他套问佛祖神光之主。你如果做得好，我或许可以饶你不死；否则，我让你全族大小无尽，涌现万劫不复之地。
还在想着达摩吗？你干什么？你应该听过我，我是刘知三藏。我知道达摩一直把我说得很不堪。你别过来，你别过来。你不用害怕，我不会伤害你的。我知道你叫小禅，我相信你不是那种听信人言的人。当然，有的时候谎言听久了，最后总是会上当。我不是你们所想象的那种人，他们都误会我了。想想我刘知三藏，虽然是从天竺来的高僧，在北魏贵为国师，可是我也很希望能够有从天竺来的朋友，但是那绝对不是达摩。我不愿意在他背后说他的坏话，可是我也不能随他在我背后任意的诋毁我。你是说他？你达摩乃是个佛门败类，他在天竺就是因为犯了色戒，所以不能继续留在天竺。不，我不信，我不信。香莲姑娘，我们从天竺来的高僧都是越过西域经过敦煌而来，可是达摩他就不敢，他宁可冒着海上的风浪渡海而来。我这么说你应该明白。我不信，我不信，我不信，我不信。小兰姑娘，我不信。我知道你是因为他治好你的麻风病，所以你就很相信他。可是你上当了，他根本没有法力治你的病，不过是把你的病给压下去。不信你去看看，你离开他这几天，你的病是不是更重了？他这么做是在害你，等你的病发起来会更可怕更严重。我就不信收服不了。休息火把了，我不能在这等死啊！这不等死又怎么办呢？啊，谁叫你昨天晚上去抢那顿饭吃，害我们着了道啊！你吃了也不少啊！我，哎呀，反正我就是搞不懂你了啊！你跟着我们来干什么的？来受罪的啊你啊！我不是我，去！哎呦，我可以发誓啊！我是真的想得到大师的相信啊！我。哎呦，我也想做好人啊，现在可好了，大师没消息，小禅也不知道上哪儿去了，就剩下咱们仨人。连朱大哥也会叹气了。朱大哥说的对，我们三个人可不能再争吵了，我们该想个办法离开这里啊。哎，那你有办法没有啊？没有。哎啊，原来是你这个王八蛋！你为什么？哎，小心！属猪的，你过来啊！只要你下水，我就有一锅好汤喝了。
猪头、猪脑，还外带一副好下水。野空，你跟你师父都是有地位、有名声的人，怎么可以用这么卑鄙的手段来陷害我们呢？你们也别太自以为是，我和我师父根本就没把你们这群人看在眼里。你们是被一群狐狸精迷住了吧？你们羞不羞啊？他们是用诡计、用迷药。哎，对，哼，你们不是也有一个会用药的小名医吗？怎么还会招了人家的道呢？好了，我不跟你们说这些了。这个地方是在矿坑之下，所以你们根本别想逃。你们现在只有一条路，就是向我说明伐魔有什么保护能证明他是第28代佛祖。如果他是冒充的，那也好办，叫他自己出来承认就行了。哎呀，你们师徒俩别在那丢人现眼好不好？要怎么证明达摩大师他是28代佛祖啊？别人管不着，就算要管呐，也轮不到你们师徒俩。难道你们还不知道达摩是一个贪淫好色的假和尚吗？你在放屁！是你们师徒才是贪淫好色的假和尚，你们这帮佛门败类。哎，说的对，对，哼，我就知道你们不相信。不过你们可以去问问小禅姑娘，你们三个谁敢去问呢？我去，我去。不不不，我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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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难道小禅姑娘她吃亏了？苏大哥，你别乱说，你们让我去好不好？怎么样啊？好好好吧，好吧，就让你去吧。哎，小宝，你可要小心，别上他们的当啊！嗯，我知道。